看来看都来看，又给大伙来见面。手拿竹板讲不停，听我另类说三农，农村的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竹板一打响叮咚，农村刮起四股风，歪风邪气不可取，听我一一来列举。今天讲给大家听，给个关注中不中？改革开放真多年，农村发展不平凡，又买车来又建房，家家户户赚钱忙，家里家外忙张罗，为了美好的生活，赚钱鼓起了腰包，生活质量也提高，治理民俗和民风，素质教育别放松，为了大家和小家，经济素质两手抓。四股歪风在发展，一定要加强监管，歪风邪气到处刮，危害社会和国家。四股歪风啥内容，听我给您说分明。过洋厚葬的歪风，首先讲给各位听，农村普遍都存在，都把民风来带坏，不容忽视的现象，大伙千万放心上。子女平时去打工，养老问题不轻松，父母很少去沟通，亲情变得淡薄情，一年难见几次面，亲情变得也冷淡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不敬父母太可耻，等到父母都离去，大操大办假孝义，打肿脸来充胖子，十分孝顺的样子。走亲赶场的歪风，不去管制也不中，现在某些年轻人对待亲情很生分，串亲就像赶场子，一副疏远的样子。串亲就像走过场，慢慢就会少来往，不喝茶也不吃饭，亲情变得也冷淡，希望亲戚多理解，不要太在意这些。农闲时候去赌博，这事儿农村特别多，家里种上几亩田，春播秋收后清闲，三五个人成一桌，聚在一起去赌博，整宿整夜去刷碗，输掉都是血汗钱，一年庄稼也白种，老人气得一身病，负债累累都伤心，家庭破裂闹离婚。对牛天价彩礼封，这事儿农村很普通，这事儿农村很流行，想不知道都不行，全国各地都存在，成为农村一大害。现在农村单身汉，各村各乡都普遍，因为男多女孩少，结婚对象不好找，因为单身汉增加，这股歪风最难杀。农村歪风和邪气，不良之风要摒弃，端正乡村好民风，精神文明记心中，建设美丽新农村，老少爷们多操心，那个多操心。白玉米去脱离，人工的成分没话题，这样算来又算去，一季的功夫背进去呀，种上四亩大玉米，卖不到一个苹果起，一亩玉米都收成，不够感冒打针用，农民播种下希望，收获一地的凄凉。